中方正在密切地关注最新的事态，我们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，避免局势失控。关于乌克兰问题呢，我们已经多次表明了我们的立场。乌克兰问题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经纬，演变到了今天这种局面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我们注意到，今天俄罗斯国防部也有表态，称其武装力量不会对他城市实施导弹、航空和火炮的袭击。那么我们中方密切关注当前最新事态的发展，我们希望地区能够保持和平，我们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，避免局势失控。同时呢，我也想再次强调中方的一贯立场，我们认为安全应该是共同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，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尊重和解决。我们希望呢，各方仍然不要把和平大门给关上，还是要继续的致力于对话和协商谈判，能够努力的尽快的缓解事态，不要使局势进一步的升级。